好，我是爱吃不懒惰，想吃又吃的波哥阿波，欢迎收看直播哥。刚才托朋友给我买了一个榴莲啊，现在刚拿到，爸没吃过，给他们尝尝看啊。妈，哎，小薇啊，小薇啊，老弟吃个臭味个，臭味来放屁吧。一个榴莲，你自己这个样的，我就上啊，我就这样，你爱种雪月，我他冷啊，他不会玩，哎，莫一定要。等一下啊，那就没得我拍点，我就上。妈，哎，刚吃完啊？哪得吃啊？这个？在这等一下。哪得吃？一个月榴莲个。榴莲啊？哎，臭啊，好多吧？你这一个你老要胖的。哎呀，那臭不闻的东西给翻掉了。你不闻这个榴莲？这个臭榴莲翻了。臭味不接嘞，你记得这个？臭人臭人，嘿嘿，你当了商家以后哎，香过着了，哎，香记得这个？嗯，哎呦，不接啊？这个有点好点呢，嘿嘿嘿嘿，不香点啊？哎，一个字，一个字没得到哎，什么？一个字都会不会香肠的嘞？都会香肠啊？哎，侬一个字先没过去啊？哎。先挖掘几个，先挖掘几个。我这样抽的东西发电，电也得蛮好的个。哎，不会发电啊？对的呢，鸟圈也没得，也没得。一个字也发不出空一个，一个字空被煲汤。刚一刚没给的，嗯，被五一我发刚都发电。然后刚拍刚都没来。有哈？嗯。好吧，一个在专门去个店子被五。他都不能给我发发。
看电影啊。你也有，他这三年也给播了哈。姐，然后得了哈。播了没得？还给设计呢，我约一个东西啊，播不播呢？那这个不好定个。我丢个不漏个，我约三年也给播个，点名是这个是这个。扣个保险。这就这个啊。对不对嘞？然后这边马来天安个咱们也就够完的。安个嘞？安么嘞？对。我喊我爹走，他走得走啊！哎，你不怎么子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哈哈，有关，有关，有关。妈妈姐，妈妈姐。哎呀。